係譬如摩基斯射入落後到兩球，咁俾兩下天池啊，佢有啊，將攻冇曬最快頭先，再剩後機會等到啦，俾見大波嘅早已被趕出場，亞多過之下，華加波喺保時階段獲得十二碼，俾呢同射入個人今場第二球，重新開波之後差唔多即刻就完場啦，打和2-2，而大波嘅蘇康成喺完場之後同球證理論被罰牌。中国的杨威成为近81年来第一个成功卫冕世界锦标赛男子全能的运动员。在自由体操、鞍马和吊环三个项目之后，杨威竟然升上第一位的了。加上在强项跳马和双角，麦飞在单杠度有失误，麦飞。而国家的篮球代表姚明就在台北和两个小孩一组，同对住另外的三名球员。大部分时间姚明都为队友制造机会的，佢會喺台北度留三日，期間就會有在當地嘅明星隊。阿哥，唔該曬你。幾高意大利男高音花佛樂題比分，高爾文所作。喺摩德納，居家無聽高音師之王巴佛洛提致意嘅人一直冇停過。啊，有一首歌。中就有2000人入到教堂瞻仰為用。莫夫勒，自從花圈。喪禮定於本港時間夜晚9點開始，當地電視台會直播整個過程。哇！我原來嗰個電池壞咗啊！好耐，咁容易壞嘅。喺車嗰邊嘅，表演時候最中意兩年前嘅，梗唔係車，唔係鎖匙啦，叫人我即刻換。意大利過嚟開唔到，都會喺喪禮之前。乜原來電池？成個電池都換。電池啦。兩年前嘅。佢兩年前就壞嘅啦咩？兩年就壞嘅乜電池？啊？兩年嘅。電唔好咯。咩話？教會移送到佢家鄉附近嘅墓園安葬。佢爸爸媽媽同埋早年夭折嘅仔亦都葬喺嗰度。巴佛洛提星期四因為胰臟癌逝世，終年71歲。無線電視記者高爾文報道。各位新聞報道完啦，再見。唔好解佢袋啊！我今日行保運道啊，喂阿妹啊！咁咧有個 B B 仔，有鬼佬啲有 B B 仔咧，咁佢話啊，佢狗好得意啊，叫咩名啊？叫 Muffin 啊！跟住話啊，你個仔叫咩名啊？都係叫 Muffin 啊！佢話 nickname 係 Muffin， 佢個正名叫 Alvin。佢個 nickname 叫 Muffin 啊！要喺邊度啊？啊，真係好笑啫！星期一晚8點半。哎呀，咁巧嘅點解？邊度？我影一錄影啊！啲名係乜嘢？